各位同学，我们这个单元的话呢，将要介绍的是积分技巧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叫做三角代换法。三角代换法的话呢，是专门来对付这样的积分，有开平方根的，里面有平方，像这样的题目，我们要使用三角代换法才会比较好做。那么，怎么样使用三角代换法呢？我们必须要使用的是。 三角函数的恒等式，那各位同学要回忆一下三角函数的恒等式。来，我们来看看三角函数的恒等式。哎，好，这是三角函数的恒等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六角形，最重要的就是平方和关系。来，我们把它先抄下来：sin 的平方加上 cosine 的平方。 等于一，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是这个，tangent 的平方加上这边是一的平方，那我们就直接写一了，等于下面这个 s e c o n d 的平方。右边这个的话呢，还有一个一的平方加 cotangent 的平方等于 c o s e c a n d 的平方，这个比较少用。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两个何等式来做题目好了。来，我们回到题目，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平方根给杀掉呢？来，我们来想这个，如果说的话呢，根号一减掉 sin 的平方，哎，各位同学看一下。 如果我们来设的是一减 sin 平方，这个里面本身来说，一减 sin 平方就是 cos 的平方。各位同学可不可以得到灵感呢？这样子就可以消掉了。再过来看，如果说前面有四，那么我们就要令 x 是多少呢？是两倍。所以的话呢，这个地方的技巧，来，各位同学的，我们要令的是什么？x 是多少？两倍的。 sin 西塔，如果我们令 x 是二 sin 西塔的话呢，根号里面的话呢将会变成四减掉四的 sin 平方，于是就可以把它造成一个 cosine 的平方，就把根号给杀掉。再来看这个，这个的话的技巧是什么？四加上 x 的平方，让我们来想想看。 tan 平方加一等于 sec 平方，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要令 x 是多少比较合适呢？我们要令的是 x 是，这里是四，我们就令的是二，因为我们这样平方之后才能够把这个四的话呢提提到外面去，然后让它变成一。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要令它的技技巧是在令它为 tangent 这个技巧在这边。 再过来，第三个，如果是减的怎么办？减了的话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算式，这个算式我们一样也要利用这个算式。现在的话呢，是说 sec o n d 的平方减一是等于 tangent 的平方。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的技巧是要令 x 是多少呢？这也是四，那我们就要令为二。 这边的话呢是 second，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根号给消掉。至于说比较细节的部分的话呢，等一下的话呢，我在例题之中再来做解释。那么注意的地方是说，这里是四，我们这个地方就要二。如果这里是九呢，那我们的话呢就要用的是 x 是三倍的。只要是这里是。 任何的一个数字，我们就要把它开一个平方根，这样子才能够把它抵消掉。那么，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例题。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这个例题的话呢，积分的函数是一个根号四减 x 的二次方。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假设可以把这个根号给消掉呢？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是一减 x s i n 的平方等于 c o s i 平方，所以我，我我们这边要令的是，我们的技巧是，令 x 是多少？二 sine 西塔，我们换成了一个变数了，这个叫做西塔。那么这个地方 dx 当然也要跟着改变，于是我们就两边一起微分。那么 dx 是多少呢？dx 是。 两边一起微分以后变成了二 cosine 的西塔 d 西塔。这样的假设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原来的式子的话呢，把它完全的转变，转变成了另外一个题目。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题目是根号四减 x 的二次方 dx，好，等于多少呢？ 等于根号四减掉四 sin 都是西塔哦。然后这个地方 dx 就是这边还有一个二 cosine 西塔 d 西塔。我们这边的话呢，根号。 四减四 sin 平方西塔，这个 dx 的话呢，把它带进来，二 cosine 西塔 d 西塔。好，现在的话呢，继续做下去的话呢，这个地方就可以根号就有办法的话呢，解决了。那我写详细一点的话呢，是这样子做的，等于积分，这个四跟这个四的话呢，可以放到外面去，所以变成了二。 里面的话呢，只留下的是一减 sin 平方西塔。这边的话呢，仍然要照抄，这边是二 cos e 西塔 d 西塔。好，现在来看这个，我们仔细看一下哦，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 cosine 的平方，这个是 cosine 平方的话呢？ 平方跟平方根,平方根抵消掉了，于是我们把这个题目的话呢，继续做下去，我们就转成了什么样的题目？这边有二，这边有二，那就是四。二二得四。这边的话呢是 cosine 西塔，这边是 cosine 西塔，这边就变成了 cosine 的平方西塔，d 西塔。 那么各位同学看一下，这个题目开根号的很困难，我们的话呢把它转成了一个没有根号了，但是它是一个三角函数的题目。那么这个三角函数题目怎么做呢？其实它比较简单了，那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的话呢就继续的写下去，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一个三角函数的题型继续做。我们已经把一个根号的题目。 转成了一个三角函数的题目了，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平方，平方其实并不是非常简单的，我们要怎么处理呢？我们要回忆一下我们在前面所介绍的一个叫做三角函数的恒等式里面的倍角公式，倍角公式我们的变形就是一个叫做平方化倍角的技巧，平方化倍角。 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看到的平方的题目，我们要把它化成倍角。为何如此呢？因为平方是比较难积分的，但是倍角的话呢，可以用变数变换直接就算出来。平方化倍角，如果 cosine 的话呢，它平方化倍角的话呢是二分之一加上 cosine 二西塔。那么这个题目的话呢，我们把它化成了倍角。 就简单多了。来，我们来看看，继续写下去。这个地方是积分，这边是四，保留着。好，看看这里，这是平方，化成倍角，二分之一加上 cosine 二西塔 d 西塔。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二跟四可以先消掉，我们把它放在外面好了，这样看起来的话呢比较简单一点。于是的话呢，我们再继续做下去。这个地方二放在外面，一加上 cosine 二西塔，那么怎么做呢？我们的话呢，慢慢来，一加上 cosine 2西塔。 再继续看下去啊，二的话呢，我们还是不要动。现在来看这个一的积分，那各位同学要注意哦，这里的变数是西塔，所以这个地方的一我们就要写成积分就会变成了西塔 cosine 的二西塔。那么我们的话呢，来回想一下，谁的微分是 cosine 呢？啊、哦，当然是 sin，可是这里有一个二西塔。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要加上前面要补上一个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是 s i d 的，这里是二西塔积分，当然也有二西塔，可是的话呢，这个微分的话呢，会根据连锁率的话呢，它会多出一个二，所以我们前面要补上一个二分之一。好，这样子的话呢，就算是做完了。 可是各位同学的话呢，答案绝对不能这样写，为什么不能这样写呢？因为刚才的题目是根号四减掉 x 的二次方 dx，那么题目的话呢，没有跟我们讲什么是西塔，西塔是完全是我们自己假设的，所以我们的话应该要如何呢？最后一步要把它还原，来，我们哈回忆一下刚才的题目，刚才的题目的话呢，我们是怎么假设的？ 我们刚才是令的是什么？令 x 是二 sin 西塔。那么这个里边有西塔，有 sin 二西塔。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来回来转回去。x 是二 sin 西塔，那么二分之 x 就是 sin 西塔了，没错吧？对不对？好，再过来的话呢，那西塔是什么？ 我们有几件事情的话呢，需要注意的。来，我们的话呢，先把它等一下的话呢，我们都要用到。首先，第一个，西塔是什么？是 arcsine，反三角。这个我们把它转回去。这是第一个。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的是 cosine 是多少？等一下会用到。cosine 西塔是，sin 西塔是这样。 那么 cosine 的话呢，当然就是根号一减掉 sin 的平方，那么就是四分之 x 的平方，就是一减掉这个的平方。那么我们要写答案喽，各位同学的话呢，我先把它这个地方先框起来，这个地方是我们要旁边注解的。好，注解在这边，这个地方怎么样写答案呢？ 来，我们来写了啊。这边的话呢，二的话呢，二西塔，那就是乘下去，二西塔，arcsin 二分之 x，再加上，哎，这个的话的二跟二可以抵消掉了，sin 二西塔怎么办？sin 二西塔的话呢，各位同学的话呢，要又,又要回忆一下我们的以前的叫做。 倍角公式了，倍角公式是二 sin 西塔 cos 西塔。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把它改造下去。这个答案的话呢，因为比较长，所以我们就继续写下去，等于二 o x c s i n 二分之 x 加上二 sin 西塔。这边的话呢，抄下去。 二分之 x，sin 西塔就是二分之 x，cos 西塔是根号一减掉四分之 x 的二次方。那么这边对消，然后这边再加一个 c。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话呢，最终的答案。虽然它的答案很长，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是解决了它。